选举。将包特瓶的挂转转咧，为顶面落落来地包，然后摇摇咧，等一两分钟以后，就是一罐的冷泡茶咯。这嘛是托克丁农会伫两年前所开发的产品，伫个现在不断爆发的食品安全情形下，嘛要再次来推广。因为吼、哦，最近吼、哦、台湾的食安问题吼、哦，造成我们国人健康吼、哦，非常影响非常的严重了、哦，然后我们土库农会因为国人泡茶的习惯也非常的普遍的这个冷泡茶要喝的时候即开即用。这很简单的动作，就会当啉到冷泡茶，跟市面的饮料店有啥咪无同款嘞？啉过民众拢表示，会当啉到茶味新鲜的气味。它跟一般的茶有什么不一样？好喝，拢袂涩，真好啉，还有香味。这个油切茶我们女生来喝最适合了，因为它这样子稍微瓶盖打开，它的那个茶包就会掉下来，然后掉下来之后呢，我大概一分钟我就可以及时的饮用。喝下来感觉怎么样？很清爽，很好喝。透过丁龙辉所推出的冷泡茶，总共有三种的气味，和民众做选择。透过丁龙辉总干事黄万聪表示，这是因所开发有专利的饮料，上重要是所有的原料拢有安全的认证。这些都是我们台湾原产的、哦、一些茶花了、哦、所以说、哦、在检验上、哦、都经过检查，都无燃料那个无农药残留了，所以说非常的健康了。而且是用我们台湾在地 的茶叶、啊、所以说、哦、在品质上、哦、都非常的有信心，也有保证了、啊啊、那希望说我们在那个饮用茶水的时候、哦、能多多的饮用。现在这一罐的冷泡茶是45元，目前在增卡接受度并不高，但是比较有品牌饮料店介绍是加真俗了。黄万聪也表示，这茶包甲水大家拢会当看到，所以真正是安全的。记者陈心采访报道。